宰了你这畜生！
如何？还行吗？小鬼，事情还多着，赶紧走吧。嗯，走吧，我们上山。走过龙骨桥便是鬼谷。啊，重回故地就让本大王想起过去的事情。当年在这儿也是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。大小姐当时也在场。本大王身先士卒，率领仆人和鬼谷老头大战四方，一举拯救神州大地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在听啊？啊，算了，下次再讲。
夫人不在这儿，肯定也没走多远。 以前是鬼谷老头的地盘，这门上的机关与关押吉鹏大王的机关倒挺相似。我还以为是出自哪一派墨家的传承，想来应是夫人的手笔。啊，小辈眼力还行。现在听本大王的指示，来把这机关解开。 小鬼们，来这儿！这上头记着的卦象，各爻的阴阳之别，就是谜题的关键。按照卦象踩上石板，解开这机关吧。 你这么一动就错了，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！哈，想仔细点儿。 这机关门如此复杂，妖魔怎么跑到里头去？本大王哪有？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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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
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到这空荡荡的遗迹里头呢？
从刚刚开始，遗迹中的机关似乎都是以防御为取向。或许这些机关是为了防止妖魔逃窜而设置的。这么看来，夫人是将妖魔引至此处，再用机关困住他们了。我早说过，大小姐不会与妖魔为伍。子胥，你看这儿的机关，有了，找到了。有了这个，就可以帮香儿修复了。当真？来，我来处理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谢谢红姐姐。阿修，红姐姐帮我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又帮得上忙了。我倒觉得这机关人修不修都无所谓。我真正要紧的是赶快找到夫人，请他出手为你重练身躯，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，不是吗？阿修，修好了？嗯。刚刚其实打得不错，就是有一点不太好。啊？你呀，以后别一个人闷着头冲了，我们一起，好吗？好，好。既然修好了，就走吧。受人打扰才这么做，他生性喜静，可不像你们做什么都吵吵闹闹的。大王所言极是，难怪夫人会派大王进天书助手。什么意思啊？夫人她生性喜静啊。
这机关似乎比刚才的都还复杂呀。让本大王瞧瞧。黑火的痕迹。妈，真是怪了，这些机关明显是大小姐的手笔啊。子胥，你们来看看。不觉此处有些怪异吗？墙后有路。子胥说的没错，夫人设置机关后将妖魔引来此地，接着妖魔为了追他而触发机关，他再透过这道暗门逃往别处。别处？是啊，去了别处。大小姐不在遗迹，定是到墨浪河去了。希望真是如此。这道暗门绝对是通往墨浪河的通道。四周找找吧，待会儿一定见得到大小姐。大王这么笃定？这可是我与大小姐在漫长岁月中培养出来的默契。况且当年大小姐也是在墨浪河边遇到我那仆人的。走吧，快往墨浪河去。子胥，
香儿跟我说，这些年你给他讲了不少故事，主角可都是红儿呢。啊，是有一些。我也想听听子旭说故事呢，一路上可都没听你说过。好。上次说到哪儿了？说到红儿上了月宫。对，上次说到月宫的月宫。阿兄。好，这段跳过。那么就从红儿抵达月宫后说起。月亮上有许多漂亮的宫殿，红儿披上华服，吃着美味的食物，却还是不禁想起长安的太傅，想念长安的小玩伴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趁月亮最靠近树梢的时候向下一跳。红儿回到了长安，可是长安已变了个样，出现了许多妖魔，妖魔还把太傅给吃了。红儿很是懊恼，他想着，哎，要是留在月宫，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了。为什么我要回来呢？这时，红儿看见一头妖魔出现在他眼前。要是妖魔也把我给吃了，那不就能和太傅在一块了吗？就在妖魔准备吃掉红儿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两个小玩伴出现了。没错，在一番激烈的厮杀之后，红儿与他的两个小玩伴一起战胜了妖魔。小玩伴和红儿一起战胜了妖魔，是吗？是。这儿也变了挺多。前面有个草笼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小姐，我可终于找到您了。你也真是就这样一个人离开怎么行啊？现在妖魔横行，遭遇危险该怎么办？要是我在便能保护您，还可以陪您聊聊天。我知道你会找到我，吉鹏，他们是紫许小鬼、江儿小丫头、我家小贝红儿。这样啊。夫人，我自吉鹏大王口中听说你晓得炼化人体之法，我想向您请教。炼化人体？为何有此疑问？舍妹，这是机关人吗？原本的身躯还在吗？修复身躯时，潜伏在里头的黑火反噬，烧得一点也不剩了。黑火反噬，我了解了。非死亦非生，整青春就遭此不测。我可以帮助你们，只是你们得先做点准备。夫人，请说。炼化人体有别于炼化妖魔，需以强大的能量驱动阵法，否则必然失败。阵法我能够为你们绘制，能量却只有上古神器才行。说起神器，大小姐，您怎么没带着轩辕剑呢？发生了些事情，剑被我封印在鲁班遗迹。为了避免遭人夺去，离开时我已设下封印，等闲之辈无法开启。你们只管到遗迹取回即可。只要取回剑，仙儿便能得救。我会为他炼化一具新的身躯。这样的话，以前的病也能痊愈了。那是自然。多谢夫人指点。
无需多礼。看着他，会让我想起从前的自己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夫人，冒昧一问。旅途中，我们听过许多关于绿衣女子与妖魔战斗之事。那是您吗？贾鬼，都叫你别乱说。外头是怎么传的，我不清楚。不过，我确实和妖魔缠斗了许久。只可惜，是我力有未逮。夫人若有什么难处，或许我们能帮得上忙。这事，等取回轩辕剑后再谈吧。是啊，说这些可没什么意思。夫人愿意出手相助，感激不尽。是我要谢谢你们，愿意替我去取回轩辕剑。从这儿离开，沿着黄河古道，便能抵达鲁班遗迹。那么，吉鹏大王是要留在这儿陪夫人了？那是当然，大小姐在这儿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本大王不忍心。你们赶紧走吧，别让大小姐等着了。大王才是，别太聒噪了，一直打扰夫人。吉鹏，你还是跟他们去吧。啊！若有你跟着，从旁协助他们，我才能更放心些。就当作是为了我，好好照顾他们。啊！大小姐说的是，我若不在，小鬼们搞不好还会坏事，让人放心不下。所以你这个老前辈得要帮帮他们才是。行，我去好好监督他们。但愿一切顺利。